这道对台南足重要的，咱台南这道那选清德啊做咱的总统，咱台南搁个加一个总统，对不对？对。除了清德啊加一个总统，台湾咱台南加一个总统，我阿川啊来做立委，咱台南搁加一个立委，对不对？啊。这条一定要斗拼。好。啊，你有赞成无？哦。我若去做立法委员，上重要的关键，就是我若我都入去立法院，代表民进党是国会的过半。你讲民进党是国会过半，外晓摆，无外晓摆。上重要一件代志尔，就是韩国瑜袂当做立法院长。笑，笑死人！想要韩国瑜也要做立法院长？哦，即摆一寡国民党来讲，哎，你们不要这样讲哦。谁说韩国瑜要当立法院长？啊，不出来讲啊！赵少康说没有，韩国瑜没有要做立法院长。好、哦，侯友宜说没有没有，韩国瑜没有要做立法院长。出来讲，出来讲啊！出来讲，你要韩粉全部走了了。唔敢讲，韩国瑜啊做立法院长，台湾的灾难呢？多谢，咱东区贵人官庙支持丁伟雄支持大大阿万达了。嘉华义，我回来台南，我一台南哦，帮丁武啊做选，帮林俊贤做选，啊，阮阿母甲我传落话，讲啊，你如果回来台南，拢无回来厝里安尼啦。大禹治水啊！阮阿爸阿母即摆阁住伫台南的嘉义，吼、哦，个嘉义哦。啊，毋过今仔丁武啊，我的大哥伫这庙口要交大家来讲主权，我今仔一定爱来。我透早一秒，你是中华中岛等于台北，去泸州，去桃园，去龙潭，即马阁赶落来遮，遮了可能阁要去家庭啊。哦，哎，等等等等，我不是还有，我打开电视，我不是还有看到你今天有上节目。好，我阁等一下真的。哦，你真正时间管理大师，最近宜川遐非常的辛苦，吼，阁家婆先过来一下。多谢。这道选举对咱台湾真重要。咱台南的立委，大家过去大家拢足认真呢。你上个隔壁的林进宪上无意思，选甲对手揪去，到即摆都无人要交伊选。啊，咱政府啊，当着一个人在对对跳出来讲，伊嘛台南人诶，台南也无人捌你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讲对美国外交外强嘛无效啊，对不对？即种诶，即种话好难拢卖插伊，大家。用选票继续肯定王庭辉啦！好，好了，讲我听啊。较早咱台南出身的阿扁啊，去台北做立委、做市长，甲我做台湾的总统。即马一个对台北万里来，是咱台南受到台南栽培三四十年的赖清德。嘛要做总统，对不对？对。这道对台南足重要的，咱台南这道那选清德啊，做咱的总统，咱台南搁个加一个总统，对不对？对。除了清德啊，加一个总统，台湾咱台南加一个总统，我阿川啊来做立委，咱台南搁加一个立委，对不对？啊。这条一定要斗拼。好。啊，你有赞成无？哦。咱台南就比别人加一个立委，一立法院内底，若要输赢，咱嘛加一个，对不对？对。我若去做立法委员，上重要的关键，就是我若我都入去立法院，代表民进党是国会的过半。你讲民进党是国会过半，外晓摆，无外晓摆。上重要一件代志尔，就是韩国瑜袂当做立法院长。对。笑死人！想要韩国瑜也要做立法院长？哦，即摆一寡国民党来讲，哎，你们不要这样讲哦。谁说韩国瑜要当立法院长？啊，不出来讲啊。赵少康说没有，韩国瑜没有要做立法院长。好、哦，侯友宜说没有没有，韩国瑜没有要做立法院长。出来讲，出来讲啊，出来讲，你要韩粉全部走了了。唔敢讲，韩国瑜啊做立法院长，台湾的灾难呢？咱即摆立法院一定是叫游锡堃。游院长看起来有在办无？有。较早做新议员对不对？对。较早做行政院院长对不对？对。
看起来就迄个斑马，咱即个全世界即个议长、副议长，那个立法委员、议长、国务卿来个台湾，拢咱姚时坤院长咧接见的。你敢无法度想象讲我要求要紧？你讲哪迄个接见的叫做韩国瑜？啊，人家约迄个下昼九点，伊讲好九点，透早九点半人还未到，我讲哦，我昨今日透早你们到七点的那爬起来，未通对不对？上一种的，啊，要按做立法院长，国民党也对咱台湾人真无尊重啊！迄种的一个人去用罢免呢，国民党硬要叫做不分区第一名，刁工你呛高雄的，你知道？高雄敢反对嘛？对不对？高雄是毋敢罢免？即马刁工敢提名做第一名，安尼恁有足惊无？有无？有。我各位讲，指导的政党票一定要投民主进步党。和民进党的王义川入去立法院，和韩国的袂当假笑，对不对？对。除了韩国袂当假笑，还有一个叫做黄国昌的，对不对？黄国昌，我甲招拢无爱插我，用强的，用口舌，用软的，好啊，交伊讲的嘛无爱插我，站坐我的边啊，要甲握手嘛无爱握手，有够无风度的。啊！一电话伊内底，有哪呼呼叫、叽叽叫，电话就知开会开到一排，我就讲大礼部啊！你讲伊哪大礼部？伊介绍我入去，我主要讲你在礼部什么？你搁讲一道，对不对？你看伊内底哦，咱民进党的哦，上冲的上电话这种尔，加几个甲冲的哦，这几个介绍的哦，拢嘴拢塌的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咱台南人的气魄啊！我提名十四名的时阵，足侪人敲电话给我，讲阿春啊，你来补补补补，甲清掉，甲你创十四名，你是咧创啥货？我讲哦，不管几名，我一队安全名单就一队。台南出身，咱是咧惊啥？对不对？对。我一台南家里大汉，国中、高中读江明，恁有囡仔读江明、黎明、国学兴国的无？有，迄大家拢在读册啊，无别行啊，啥物拢袂样，就剩一样叫读册尔，敢毋是？甲寂寞的环境拢做过啦，读读下了，咱台南的人上希望囡仔做医生、做老师，对不对？对。逐个旁边孙上好还当考台大医学的，啊无我答应我惊老火，我看到火我会昏去。所以迄阵考试我来调工哦，生物考较歹，到我去读土木去，安尼嘛算袂歹。我阿各位讲，台南出身的囡仔无咧惊的，你甲我排十四名，我即道就是要甲你冲到十四名，后面进党一年外过半，阿了无？好，阿了无？好。今仔特别来甲丁武啊加油，丁武啊哦，虽然一招那看起来稳稳啊，当然你隔壁林俊宪较稳啊，可是哦，咱嘛袂当排除吼，咱的对手创一寡有诶无诶，对不对？好，这种国民党内行的，国民党内行的，创什么招，伊拢做内行的。所以最后关键三十几天，大家心头了定，吃信息、吃土卡，透早六七点，然后人传咧奇奇怪怪的代志来，奇奇怪怪龙影带来，迄种的物件看到了就甲删除，拢唔免阁传。你唔通安尼假敖，就传去，传去一个一百人的群组讲，啊无大家看这张是真诶啊假？啊！一百人的群主收到了，搁传到另外一百人的讲，啊，这是真个假的？传啊，全台湾拢看了，你搁问真个假的？用一个知识，透早若收到土卡，看来个就是假。迄、那个讯息直接甲删除，拢莫甲出笑一点点。拜托大家，政府啊，最后三十几天，这种有可能的抹黑的手段，啊是啥物买票的手段，大家拢来行的啦。大家拢老江湖啦，总统对李登辉选到阿扁啊，选到马英九，选蔡英文，选到今嘛要选赖清德，对无党党外选到有党民进党，拼到台湾人家己做总统，大家拢经过这个过程，对不对？对。面对着阿强阿威啊，这道的选举内底，国民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叫什么人？什么人？赵少康对，我跟你讲，我今仔讲啊，这场第七场啊。咱台南人，我也问咧，台南讲赵少康，迄回别场会佫讲韩，讲迄个侯友宜，我讲侯友宜哪有咧选？
主张提名赵少康了，侯友宜有在选吗？无。那么赵少康在讲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赵少康即摆甲侯友宜起到高个，侯友宜即摆点点啊。侯友宜毋是歹人呢，侯友宜嘛家己破处增加出身的呢，嘛去做警政署长，去新北市做市长，无法度当着赵少康。赵少康要做总统，林刚老做着副总统，侯友宜就坐到边仔喘啊，就全部咧赵少康咧安排。赵少康啥物党啊？你敢知？新党啦，那套一句阿扁也讲的，叫做中国新党啦，就是主张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啦。这组袂当做台湾的总统，这组爱需要大家用选票甲淘汰阿廖无？好，阿廖无？啊，柯文哲哈，柯文哲这气的啊，迄张义山讲了，这也没用到我。今仔去泸州扫去菜市啊，去予一个人甲叫，叫讲哦，白菜臭大无有意啦。后尾总统也选人去菜市啊，去予人甲呛讲白菜臭大无有意啦，看可怜无啦。网路咧开直播，比我王义川开直播人较少啦，平顶嘛比我较少啦。有够好笑啦！顶下扣一句韩国讲叫做“可怜呐、啊，可怜呐、啊”。拜托大家，年底选举总统票支持赖清德、萧美琴，安尼好无？好、啊！咱这两位一定爱帮王定宇阁加油票，因为国民党奇奇怪怪的部署都多。哎呦，王定宇继续连任，代表东区关票归赢。来去另外一台地方民主建设了无？好！政党票会继续支持民主进步党，你唔通入去硬要断我，我的命无在内底啊！要救王义川一条路尔，就是民主进步党去阶段啊，断下去安尼样无？除了你以外，还佫找迄个较早无党的，吼，较早无咧投票的，较早唔捌啥物叫做政党票的。啊，是恁家恁孙子台北，啊讲哦，阿母吼、哦、传好食的，叫你倒来。阿孙呢，阿母足久无看到你啊呢，哦，啊甲叫倒来，正月十三叫伊倒来投票，支持民主进步党，哎呦、哦，好，三票救台湾，抢救王义川，谢谢大家，拜托多谢，谢谢。义川啊，有搞无？我甲讲对一行老，我头偌烦恼呢。有人就甲我问讲，哎、欸，宜川啊，迄票变哪长哈？到时袂晓长，搁贴京东票变哪写王宜川？你拄啊，互民进党开除党籍，我来讲，京东票投民进党，就是宜川啊，你来立法院，咱做伙做同事顾台湾，安尼好无？宜川啊，会过关无？伊变哪过关？倒邮票。那嘛，你对嘉义来，嘉义包给你哦，吼、哦。嘉义川啊，倒邮进党票，甲赖清德倒邮哦，倒邮总统票啊，伊是进党票。咱区域，咱家己的家乡，咱守护好，三票顾台湾，安尼好无？宜川，我实在想要甲伊投掉，莫回去家庭啊，你敢知？好吼、哦，老家就好啊吼。无伊会烧声咧。家庭啊，邱志伟啊，一群人咧等我。我若无去，甲恁电视的跑马灯咧协寻，嘿。王义川在哪里？在我们东区，在东区的格处上对庙这里，嘿。安尼帮你来去，拍波啊，改休息啦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